的脾气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好脾气啦。因为我每天要，就我们要帮他打皮下针，但是他就是很怕啦。他胆子很小，因为通常这种很敏感的狗啊，你打针打下去，你不能保证他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们打针，我打针的时候还是有帮他稍微戴口罩。不会，他还蛮不喜欢戴口罩。没有，因为他真的从小流浪，那拉力狗太臭，然后那个我都有看到人家打他，就他太脏了，然后人家都会赶他，都会揍他，所以他从小就比较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他只是胆小。对，他只是胆小，他胆子很小，他觉得什么都是他的错。这么可怜、啊。对，有时候他那个步调地上，我帮他捡，他就很卑微，觉得我的步调是我的错。对啊，我其实没。哎，那上面那一只会咬的吗？会。他只是现在很虚弱而已。他咬人也不是故意，因为黑白他的屁这边有骨刺哦，你说他痛，对，他会痛，所以他才咬你，好好好，要不然那不然摸他头其实不会，他不会咬你，但是他的骨刺痛，所以你一抱他会咬你。目前黑白就是还不会吃饭啦，真的咬你不会吃，黑白不会吃饭，黑白，黑白。那黑白还有抽动吗？醒来的时候？还好哎，就我今天早上他眼睛张开了，就啊，快救我，救我啊，救我！黑白，黑白，黑白。我这台的快门有点问题，我觉得还好，它的画质那个有时候会雾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台可能有本来就有问题。你说它拍之前是雾的？